以六月，圣历六月。雅歌六章三节，我属我的良人，我的良人也属我。这一节经文几个开头的希伯来字母缩写，就是以六月的串法。这个是犹太新年最后一个月份，在传统上面就是一个属灵盘点的时间。我们要省察自己的价值观和灵命的状况，预备自己最好的状态来迎接新年。即使你身处在环境险恶当中，你仍然需要来到神的面前，不要忘记神是你和场和世界中掌权。如果你发现到有一些关系或者事情需要修补的话，即使凭着血气是几咁冇可能，我们要保持一个单纯的心，让神给我们一个修补的计划。影响新一年，祷告中年，并享受丰盛。